还是没想法啊？杂念太多了，一想到那个比赛，胡德香说的话就在我耳边绕绕绕绕。哎，他是不是让你想起北京那个老王了？你怎么知道？你既然这么烦他，就别跟他合作了。之前不是挺洒脱的吗？说走就走。 以前是以前，现在我是你老板，哪能这么任性呢？而且我也想做出点成绩来，这样大家都能松一口气。哎，好像你以前说过，我有想法也可以提出来，是吧？可以啊，谁的点子好用谁的。如果你的想法能脱颖而出，你的名字就会写在工作室的前面。 嗯，那我真的有个想法，你要不要听听？你说。我根据老吴的想法做了一个模型，这个概念主要是仿照了古罗马的竞技场，同心圆内外都做花园，建筑总共有10个单元，方形根据大小分为3种。这里边最大的优点就是任何一个房间都有2个方向的窗户，所以采光和通风都很好。 好啊，那以上3个就是今天所有的想法了。江工觉得呢，在哪个方面需要更优化一点？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接，大家不要难过。我觉得目前这3种都一般。老吴是个新人，想法很大胆，但是实际操纵性并不强。而且这里还有一大堆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归公司的2个方案配配的建筑概念很完整，阿健的入住体验很立体，你俩倒是挺有意思的。女生更注重逻辑，男生反而更在乎感受。只可惜，想法本身不够新颖，思维被主题局限了。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但是你总得选一个，我时间不多了，我这个月月底要交稿的，不然你等于弃权呢。 那你的想法呢？这次主体单元是建筑，我觉得还是交给你，我比较放心。那我们就不要在这3个里边选了，各自回家再好好想想吧。我相信你的判断呢。那我们3天之后开个会。与其总是拉着大家开会，不如你我单独碰一碰。毕竟当初提出要比赛的不是别人。我最近真的没时间，他们知道。 我们所里最近5个项目要开，对不对？我真的时间有限呢。那等你有空了再找我吧。我知道他不懂建筑，但设计都是相通的，他连个思考都没有，你觉得像话吗？可能他觉得不懂的领域不好乱说话吧。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爸。哎。哟，老姜你下厨了？做几个小菜来，甜甜，拿碗吃饭了。嗯。啊，我来盛饭。嗯。真香。我今天煲这个汤不错的啊，你们好好尝尝。什么情况？连个微信都不发。哥，啊，跟我喝点。行。快点儿。来了。大哥，现在早上六点。哎，我知道，我这一会儿又要忙了。你不会又喝酒了吧？没有，昨天晚上喝的，就是现在还没醒。不是帮你妈看店吗？为什么要喝酒？先不说这个，你昨天可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什么情况？你这个人怎么又开始翻上旧账了呢？我不跟你联系，不是怕打扰你工作吗？你可以发微信。可以啊。你有空回吗？你看你又说。其实我突然发现。好像还挺需要我在身边的。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回了。我最近还给我妈偷鞋到路上，回去可以分享给老张。我们没什么别的事了，你接着睡吧，我这也要忙了，啊。裤子装在这兜里。哎，爸。哎，你为什么非要回去啊？在家待着不好吗？医生都说了，你需要静养。你这个血压稍不注意，它就会上去。我已经问过医生了，医生跟我说，我只要不干重活就行。我这段时间在这儿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你猜怎么着？我一量血压，190/80。别胡说八道了啊，不可能。甜甜，你别再劝了，你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这样回去之后，我看着师傅，绝对不让他干体力活，
最多就是拿刀切切菜帮子。行了行了，你在门口等着，我跟甜甜说点事儿。哎，甜甜，放心吧，有我呢。女王，小心点儿走路。来，甜甜，你坐下。他们是不是告诉你，说我是为了给你买房才接受返聘的？啊，原先是这么想的，想替你分担一点压力。经过这一段时间呢，我是明白了，我不光是为你想，我也是为了我自己。你爸爸从16岁开始学徒，做伙夫，啊，一直干到现在快60岁了。几十年下来，我对我做的事情有感情啊。这世上任何事情，甭管大小，你只要你喜欢的事儿，他一定能做出成绩。但是现在忽然让我不去做了，我剩下这几十年我怎么过呢？你妈妈走得早，你又一心扑在工作上，现在结婚也没个定数，更别说生孩子了。你要是有个孩子呢，爸爸在家带带孙子那也行啊。啊，生孩子也不会让你带。我呀，我就不能像吴大姐。吴大姐是怎么着？两打一唱，打太极拳，打麻将，唱歌。哎呀呀呀，我不行。我看见你们为了自己的工作忙忙碌碌的，虽然说又吵又闹，但是都高兴啊，过得很充实啊。可我呢，我在旁边待着，我真是憋屈得很呢。我放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做，我待在这儿，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的对，生活不只有工作，但是对于我，生活不能没有工作啊。我只要一到后厨，我只要一掂着我那勺，拎着我那炒菜锅，我只要配菜，哎，给客人们吃，客人们看着我配的菜吃得高兴，我这心里就高兴啊。你说我干嘛不去做呢？啊，那是我心甘情愿的。所以呀，我还是回到那儿去干我自己的老本行，那样做我活着舒坦，我活着高兴啊，明白吗？明白了。你去吧。啊，路上小心点。到了跟我说一声。好啊，我知道了。走。走了啊。快，走这么快，这年轻人。师傅，你真这么无聊，让我早点接你。喂，我这次让阿静跟佩佩合作，我就把这两个案子啊，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你看看这么改的话，是比之前好很多呀。确实好了很多，深化一下入选应该没有问题。那行，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点，继续优化了啊。我们？
这不是佩佩跟阿静做的吗？有什么问题吗？他们两个不是我一手打造出来的，要不是你这些建议，就凭他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做出那么好的案子？除非我们俩有点睛之笔，让这个设计有质的飞跃，否则我们俩凭什么拿着别人的创意去参赛啊？那我们俩想吧，我们一起想，就这样做到天亮。真的时间不多了，别再找我茬了，行吗？你觉得我是在找你茬儿，而我觉得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是不是暗自想不出来，压力太大了？没关系的，这次不一定要拿奖，就我们俩合作这件事情来讲，就能扭转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你看，你想要的只是赢，以及那之后的好名声、好生意。难道你不想吗？我当然想。但是如果今天我允许自己拿别人的案子，那明天别人是不是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用我的？将心比心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真的是幼稚。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没有人会为了你那些原则买单的。合作到此为止吧。谢谢你的邀请。你有没有想过呀？如果这辈子都设计不出好的作品，你怎么办？转行啊？我不行了，不是还有老吴吗？大不了我给老吴当助理。虽然想起来挺不靠谱的，但至少不亏心。你着什么急呀？不就最后100万吗？我签的字儿啊，在法院。我说了，我这个月月底一定还过去。也就是说，到这个月月底，你欠所有的债，我给你全部还清。别这一天天的老给我打电话，有意义吗？你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给女儿打打电话？不去看看女儿？多久了？半年了吧？没看过孩子，你还扯什么？有没有一点做爸爸的样子？孩子做错了什么？哎，行了，就这样吧。吴老师。哟，哎呀，你们怎么来了？都不打个招呼。其实也刚来，您看什么能看得那么入迷？没有，我就翻翻我电脑里边以前的一些作品，年纪大了，开始怀旧了。找你们来呢，就想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比赛？和我一起。你拿个行李箱干嘛呀？你爸怎么突然就走了？脾气倔，拦不住。他给我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回来继续住，说这一个多月的租金啊就不要我的了。我心想啊，不要钱的房子我为什么不住啊？这不麻溜的就回来了。哎，赶紧开门，赶紧开门。老吴啊，那个比赛我不参加了。你要是想骂我，你就骂吧。哎呦，我的天哪！你是怎么想的呀？这话在我心里也憋了好多天了啊。这胡德香那种人，他能合作吗？啊，幸亏你悬崖勒马。前两天啊，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中什么邪了？真的。你还是那个老吴。走，我帮你拿。来，回家了。准备好了吗？嗯，可以了。
同学你好，我们是新家新公益基金的代表，受你母亲的委托呢，来给你们做家的改造。你母亲在信中这样说道：“我的儿子许一凡今年16岁了，身高在疯长，学业方面也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挑战。这几年我常年在外地拼命地挣钱，就是想给他早一点买一个正常一点的房子，好让他在里面安心地读书，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很遗憾，我的能力有限，眼看高考在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偶然间看到新家新公益基金的宣传片，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你们投了稿，希望我的稿件能符合你们的审核要求。最终呢，我的儿子许一凡能够有一个温暖、明亮、舒适的小家。听了这些，同学，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母亲说的？是不是我妈的语气？啊，意思差不多的。对，我这带着原件呢，给你看一下。行，那我们现在来说说咱们这个家吧。你对这个家改造方面有什么要求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啊，对，你的心态是挺好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啊。但是呢，你还应该仔细的再想一想，你对改造中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愿望，我们都可以帮你实现的。啊，说说吧。请问，你是设计师吗？我不是设计师。我只是这次活动主办方的代表，我们可以根据房屋的具体情况来找一个合适的设计师或者是设计单位。那你们能找来33号工作室吗？30？哦，我的偶像在那个工作室里面，如果非要改，我希望我的偶像能来。可以吗？坏就坏了吧，反正都要搬家了。不行，住一天就得晾一天，不能凑合。我不是说过吗？这灯必须一直为你亮着。来，试一下。老吴啊，你们也太浪费了。老丁，大白天的点这么亮的灯。林阿姨，哎，你来干什么呀？哎呀，无时不登三宝殿呢。这位是新家新公益基金会的陶主任，他找你们有事情。你们好，我是陶美婷。你好。你们能找来33号工作室吗？我的偶像在那个工作室里面，如果非要改，我希望我的偶像能来。孩子的偶像就是您二位，所以呢，他想请你们去给他改造家。请问一下，这个小朋友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不清楚。今天我来呢，主要是想转达一下孩子的意愿。再一个，想听听您二位的想法，因为毕竟咱们这个是公益项目，只有5万块钱的预算，没有多少利润空间。这个要跟别的设计师比稿吗？不不不，这个不用，这个不是比赛，只要孩子和他母亲愿意，我们这边是完全可以的。嗯，我刚才看了下视频，一凡他们家是个阁楼是吧？对，他们是一个30多平吧，是个30多平的阁楼。
他们家是这样的啊，孩子的母亲呢常年在外工作，父亲早就去世了，所以孩子现在一个人住。了解。所以怎么样，有兴趣吗？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还可以再考虑考虑啊，如果有这个意愿想参加呢，随时跟我联系。嗯嗯，行，那不打扰你们了，我先撤。好，谢谢。哎，好，再见。嗯，慢走啊，同志。希望我们能再见。陶主任，我们可以试试。真的？那简直太好了！我马上安排你们跟一凡见面。回见。回见。你走出瓶颈了？没有啊。那你答应他，不是还有你的吗？这一次你来做主导，做我们工作室的第二台发动机。哎，我小江，哎，我主导，我不行，我不行。别开玩笑了。怎么不行啊？你都跟着我干了一年了，而且你已经单独干了两个项目了。哎呦，小江，别开玩笑了！什么两个项目啊？你看王平家是纸上谈兵，赵梅直接就给搞砸了。这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行的啊！你不要太有压力了。这一次我来做你助手，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我们俩能行吗？不试试怎么知道？来，小心点啊！楼梯有点陡。是陶阿姨，来了。一凡，你看，我把你喜欢的设计师给你请来了。你好，你好。江阿姨，吴奶奶，我看过你们直播。行，进来聊吧。啊，嗯，请进。江阿姨，吴奶奶。进来先看一看这个房子的整体状况啊，参观参观。水。谢谢。没事。这是我爷爷，上个月刚去世。这房子还漏水啊？嗯，蛮严重的。冬天挺冷吧？是啊，夏天也很热。嗯，你们也看到了，一凡的居住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就辛苦你们，想想办法。给孩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一凡，你想要你这个房子变成什么样的呀？随便，阳台可以吗？
这个好像不太行，你这是阁楼。嗯，那无所谓了，你们想怎么设计都行。一帆，嗯，装修风格你有喜欢的吗？无所谓。那颜色呢？有喜欢的吗？颜色随便吧，我没什么要求。那家具？家具不行。家具，这是我爷爷的，必须留下。哦。一帆同学。嗯。既然你说你是在网上认识我们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喜欢我们什么呀？没什么理由，就是喜欢你们设计。嗯，谢谢你。没事。有眼光。我们开始量房吧。我来。来，包放这儿。其实我突然发现，我妈好像还挺需要我在身边的。喂，主动给我打电话，看来不生气了。我才没有你想的那么幼稚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最近我接了一个案子，我打算让老吴做主案。让我小姨做设计？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林晓晓说的对，工作室不能只有我这一台发动机，一旦我掉链子，整个工作室就会陷入瘫痪。我必须让老吴成为另外一台发动机。你现在很信任我小姨啊？当然。你看他现在没什么，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他。入行第一个案子以失败告终的话，会留下很大的阴影。所以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案子，能让老吴重新建立信心。谢谢。谢我干嘛？又不是为了你。他是我小姨啊。嗯，那什么，我订了后天回国的机票。这么快？怎么了？不想我回去？不是，你上次说。小维。哎，帮我贴个膏药。啊，好。我妈叫我，你早点休息，等我回去。哦，好，拜拜。死我都看不见，在这儿。这边啊。这儿啊。嗯。好。啊。其实麦叔叔不用出去住，这么大房子。你麦叔叔怕打扰我们。你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啊，收好了。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这该休息就休息一下，没必要把自己搞这么累。哎呀，你妈妈我这一辈子，你说把心血都花在了这个饭店上面，啊，你让我休息，我就能休息了。那您想没想过，就你们一起回国？咱们苏州现在可好了。干什么呀，扯子？你是不是明天要走了？你突然有点舍不得我呀？我靠！哎呀，儿子，每个人都有他的去处。你看，你跟你小姨啊，你们俩选择的是苏州，
你爸爸选择的是上海，啊，我选择的是澳洲。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的，啊，尽量的选择自己喜欢和适应的地方。倒是你，你说那个时候啊，我跟你爸爸两个人就没有好好的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啊，一个人嘛，执意要把你带到上海，一个人嘛要把你带到澳洲。啊，我现在想想，我真的是挺对不住你的。妈妈也其实挺后悔的，好多事情。行了，打住吧，又开始。你干什干嘛？你干嘛？我好好跟你。你对我，我跟你说啊，我算了啊，你将来你要这么对你女朋友，我跟你说，你完了你，你吹了以后，我跟你说你，你打一辈子光棍吧你。你可真是我亲妈。亲爱的阿芬女士，这些都是我这几年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因为路途遥远，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给你，不知不觉就攒了这么多，希望你喜欢。你不喜欢也没办法，反正我也带不走。竹叶文。图做好，给你发过去了啊。嗯，好。小江，嗯，你说如果我在山墙做一个嵌入式储物空间好呢，还是利用储物柜做隔断好啊？之前咱们不是讨论过方案吗？你先带点画吧。要不还是你来画吧。不要这么有负担、啊，你作为领导者要把控大方向，把细碎的工作交给我处理就好了，而不是帮我当 Siri 什么都问我，知道吧？明白了。那好，小江，我们不是讨论过第二种错层方案吗？对吧？嗯。那你把图画出来，我8:00要要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只要不是画图，我什么事都愿意帮你。我是领导，你得服从我。8:00哪来得及呀？肯定不行。不行，就是8:00，8:00必须得要。你是故意的。喂，你好。江哥，你好啊。不知道一凡怎么跟你说的？我这边的诉求呢很简单，我希望一凡啊有一个足够的生活空间，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都可以扔了。明年呢，一凡就要高考了，我希望他呀有一个自己学习的地方，基本就这样了。哦，明白。那您这边呢？您对个人空间有什么要求吗？哎呀，别，您千万别考虑我这句，我这边不要紧的。一凡这马上就要高考了。等他大学毕业了再说吧，反正我呢也不经常回家。好，明白了。那就这样了，我先忙了啊。哎，好，再见。嗯。他怎么说？一凡妈妈说他不需要个人空间了。那倒省事儿了。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空间升高一点，让下面的压迫感少一些。还有一件事儿，一凡说一直想要个阳台。但他们家那个条件吧，很难办。
不是让折叠阳台的吗？谢谢，慢走啊。美女，吓我一跳！你不是明天再回来吗？这就叫惊喜。惊吓场。你怎么这么没情趣？给，土特产。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旧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说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丢进人海里匆匆的，也许没那么复杂。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代价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中学会了强大。